便秘主播潘迪一周有多忙碌 ？Morning， 现在才七点多，我就拎着箱子要去片场了。今天希望一切顺利。我们到了，来看看我的完美地桌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导演小猪，小猪今天就靠你了。今天要拍一个短视频，结果通过了这么大的一个场地，请了这么多的演员。道具组也非常庞大，盒饭时间还可以的。白娘子都见过，翘着二郎腿吃汉堡的白娘子见过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拍摄一场阳光明媚，在绿草地上活力奔跑的画面。结果你看，拍完回家被明天的主持稿。早上起来把昨天填空的部分赶紧重温一下，因为睡了一晚上，可能就有一些又忘记了。迟到了，我先抓紧化个妆。终于结束啦！刚刚拍了一些素颜的部分，然后现在我要化个妆，就是继续拍摄其他就是带妆的部分啦。Good morning， 我今天要去主持一个活动，然后现在等着助理来接我。经过了我的母校，人到了。完了之后，单独照片。现在要彩排。我们现在要化妆，然后房间也是顶光的，淋浴室。我们决定在吧台化妆。化完妆了，现在去换衣服。在活动还有20分钟就开始了，一般在活动开始前呢，我都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自己在边上把要上台说的地方码复述一遍。不管是大活动和小活动，都要认真面对。各位领导、来宾、女士、先生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下午第十句，我们下一个活动再见。主持完了的感觉，这个时候可以吃下一头牛。合影环节，还要赶回台上新闻班。我到台里啦，现在打算去吃个饭。现在马上上直播了，我穿了衣服。